1186阿古朵，你们的山大王来啊。这个摇的海克斯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啊，没错，就是疾跑，它可以让阿古朵从这辆垃圾变成 evolution， 摇妹配阿古朵啊，这波属于野辅联动啊，すごい。开局我们抢下答辩团 S8， 有了专精装之后让对局变得扑朔迷离的，谁也不敢说这局我一定玩什么，所以我习惯答辩团起手或者三大聪明起手。开局第一个海克斯我们拿下弟弟街区，有点想玩超英摇了，但回来答辩团和大聪明都来了，咱们果断放弃。更喜欢三连胜，来到大选我们拿个拳头不来拉到五人口，再上一张摇妹凑个羁绊，小天才就是猛，这全员二星再加上一件超模的装备，前期连梭哈哥都不怕。素晴らしい。五连胜来到野怪，施加成给了大棒和大剑，摇之精准哎，这专精章拿下来，我赌超英摇还不起飞了？但我更喜欢狗，旺盛精力阿古朵。拿完专精章回来，拉到六人口换上一张蔡文姬，这小天才羁绊给装备是不是有啥讲究啊？我打老夫子之前给了我一把巨杀，打这种回复的阵容之前又给了我一个红莲，别叫啥小天才了，你叫小幸运吧，还是十连胜来到狼哥，十连胜啊！我上一次见到十连胜还是在上一次，狼哥给了一堆装备，直接就合，有啥合啥。满血十一连胜来到最后一个海克斯，并肩作战，我这么长的羁绊拿个并肩作战不过分吧？十二连胜，十三连胜，天哪，今天是啥日子？我不会要被实锤了。十五连胜来到东皇哥，东皇哥就给了一个斗篷，回来直接拉到九人口，找到一张阿古朵和二星小乔啊，他是小乔，他是大乔，我是曹。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给阿古朵换上去，装备给上魔女法爆和爆裂之甲，再配个四爱心，准备好了吗？车门已经焊死，我们发车吧。本来都以为能满血吃鸡了，结果没打过一家超英紫皮大钻啊！不过没关系，我们阿古朵已经二星了。我是一个爱动脑筋的小孩哦，爸爸妈妈准备好了吗？我是兔兔小淘气，面对世界很好奇，我有问题数不清，糊里糊涂猫不停。爸爸妈妈别偷懒，快快陪我做游戏，答对问题亲一下，这就是我的。北风呼呼从哪来，太呜呜上哪去，星星冷的眨眼睛，为什么他不穿棉衣，夜晚到底有多黑，那里太阳哪里来，世界到底有多大，天空外面有什么，我一切都好奇。 A186 和 Evolution 已经就位，狙击班童话里做英雄，狙击班热血心中流动，狙击班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嘿嘿嘿，不要小看大肚腩，说到勇敢说到机灵，他是狙击班，喂喂喂，别在他面前逞强，所有作恶分子一旦见到他闪一旁。这局有人卡牌，要不多上几张阿古朵更加快乐，不过没关系，咱们照样吃鸡。